庞燕婷同你之间嘅关系几时开始嘅？你唔讲唔等于我哋揾唔到庞燕婷嘅证据，我哋一定有办法。依家暂时先将你扣留喺呢度，等我哋捉埋庞燕婷，先一齐送翻差馆。想揾我助理啊 ？James 一定唔会上当。睇下点，我哋查过庞燕婷身边仲有几个女人，你咁样为佢值得咩？冇可能 ，James 系唔会变心，冇人比我更加了解佢。 你为咗一个罪犯而变节，唔觉得可惜嘅咩？佢唔系罪犯，佢系我嘅救命恩人。你咁做对唔对得住康 Sir？康 Sir 为咗保护你哋，连命都冇埋。我等康 Sir 可惜，但我从来冇后悔，因为呢个世界上冇人对我好得过 James。喺我做卧底最痛苦嘅时候，系佢拉翻我出嚟。 系佢用爱心鼓励我重新做人，所以我条命系属于佢。我唔系好信一个唯利是图嘅人会对一个人系真心。咁 James 一定会令你失望，出事我都劝你小心啲，因为 James 一定会不惜一切用嚟救我。唔好意思，我而家唔得闲听你电话，请你喺 B 一声之后留低口信啦。 有冇林小姐消息啊？发翻晒人都未有啊！总之我唔理，无论如何点都要揾到佢。唔系小姐啊，庞生系咪揾紧林小姐啊？鲍师，我知道佢喺边，有冇兴趣同我倾倾？唔好嘥时间啦 ，Amy 究竟喺边啊？别担心，佢被警方捉咗。 警察正义朋友嚟噶嘛，点会伤害佢啊？其实你一早就知我系卧底啦。我明你讲乜嘢 ？Amy 本来就系卧底，识咗你之后就做咗你嘅人。咁男女朋友之间除咗卿卿我，我之外，冇理由唔提下我真正身份嘅。好，你想点啊？只要你肯付出少少，我就去帮你救佢。 你开价，新界东北发展计划，里欧、罗燕，简单啲讲，即系将小四喜呢间投资公司俾咗我。你份人都几大摊噶，你知唔知嗰度有几多亿啊？冇法啦，做咗咁多年卧底，竟然豁出去，冇理由攞得个鸡碎咁多噶。钱重要啲定林小姐重要？我谂你心里有数啦。 只要Amy翻嚟我身边，我乜嘢都可以唔要。哇，有个咁好嘅男朋友啊，做你女朋友真系幸福。打完麻醉针之后咧，就唔会痛噶啦，你真系谂清楚，完咗之后就唔可以翻转头噶啦喎。你嘅迷宫设计得咁靓，我点会后悔呢？ 今晚场波睇到我火都嚟啊！嚟马正辉柴你嘅，咁都唔系咯，系咯，喂，咁咧你落层睇下笨，你谢啦，自己走啦，大佬真系喊面我。
鲍师，你究竟想点？你唔好乱嚟啊！唐生唔会放过你。放心啦，你唔同佢哋啊，贵宾嚟噶嘛，我嚟救你噶。唐生叫你嚟嘅。仲会有边个？以你嘅性格，冇理由咁大方送免费午餐噶。唐生份礼应该都几大份啊，嗬？大到不得了啊！佢应承将成个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过晒俾我。冇可能，佢唔会将我哋辛苦经营咗咁多年嘅嘢送晒俾你啊！所以咪话佢真系好中意你咯，将一生嘅事业换你嘅安全，我都有啲感动。点啊，鲍先？唐生，你要我做嘅嘢搞掂啦。我要同佢讲几句。四个开。James， 点解你咁傻了啫？唐生，你而家满意啦系嘛？我谂你唔会反口噶。放心啦，应承得过你，一定会实现。有個姓卓嘅警察話想見你。卓 Sir， 唔知咩事揾我咧？隨便坐。我諗我哋唔好轉彎抹角。林希薇本來係卧底，我哋懷疑佢變節，所以拉咗佢。點知今日俾人劫走咗，我哋懷疑係你做。懷疑？證據咧？以龐生嘅財力物力，劫走一個人一啲都唔難。幫你做嘢嘅亦都唔會係泛泛之輩。不過我提醒你，如果你唔同我哋警方合作嘅話，刀头来受害嘅可能系林小姐。卓 Sir， 我谂你估错晒，我都好担心我女朋友，而且我都揾紧佢。虽然我识咗 Amy 唔系好耐，但我知道佢系一个感情丰富嘅人，佢对你嘅爱，我谂超乎你嘅想象。如果庞生你都系咁爱佢，唔想佢有事嘅话，我谂你认真考虑下我头先所讲嘅嘢。卓 Sir。好多謝你咁關心我哋兩個。如果有消息嘅話，我第一時間一定通知你。既然係咁，我先走先。Hello， 北美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 Toby 梁靜琪，想睇我有份演出嘅《家族榮耀》，就快啲攞你哋手機出嚟，然之後 download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。